Hello，这边是 Lucy。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是个玩家。我跟你们玩一样的游戏，我跟你们玩同一个伺服器。遇到我真的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可以不要每天看到我就认一次亲吗？哦，想要好好打一场 PVP 都要先陪你们聊几百年，我只想快点解决完一场，然后快点继续下一场，这样可以吗？拜托了，遇到我真的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真的。遇到我就在心里遇到，好，我要打爆这个废物 Lucifer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真的。你可以不用在白屏上讲话，真的，我一天不知道要遇到几次这种。你懂的，我都遇到有点心情不好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就直接在脑海里想着我要怎么样除暴这个废物 Lucy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尽可能的用你一切的手法，然后尽量把我打爆，这样我就记得你了。OK？可真的，我打 PVP 不喜欢打字。OK？感谢配合。